Why？ 哇，这个可以，开玩笑。你声音好可爱哦。你咋可爱？你那边好像很多人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你的声音真的好可爱哦。嘿，嘿嘿。你在笑？你的笑声也很可爱。你笑起来最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你们在唱歌，可以教我吗？可是他们唱歌不好听呢、欸，不好意思哦。那叫他们嘴巴闭起来。嘴巴闭起来。嗯。怎样啊？那可以那个吗？哄睡觉吗？要怎么哄睡觉？那个唱那个，哎呀呀，我的宝贝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油啊？喂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那个台湾人。台湾人？嗯。我是泰国人呢。你中文很强耶。因为我写中文呢。很厉害哦。厉害吗？嗯。你几岁、啊？我22岁了。你呢？我那个15。十五，嗯，你不是台湾人吗？台湾人是什么？你不是台湾人，你是哪里的？台湾人是什么？那个台湾人呢？台湾人，晚上在玩的人是不是？啊、嗯，台湾人，哎。挺牛逼的，哎，太管人，哎。喂。早安。早安。你喜欢看蜡笔小新吗？蜡笔小新还好哎，怎么了？我喜欢那个动感超人。动感超人。biu biu biu。你很可爱耶。你有受伤吗？我没有受伤。我刚刚那个射你，你没有受伤？没有射到。啊啊啊！没有射到。没有射到。那你喜欢看什么卡通？史迪奇。哦，那个迪斯奈的。对，迪斯奈。那琪琪弟弟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为啥？因为他们不可爱。啊，那我可爱吗？你很可爱啊。你很可爱。我太不舒服，你要一直让我笑。你不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肚子痛。三叔公来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人家都说大姨妈，你跟我说三叔公。哦，我妈妈说那个是三叔公。对，我那个也来，然后我又肠胃炎。那你没在家爹哦，喝吧。我想喝冰的。不可以。可以。那我可以认真问一个问题吗？问啊，你有交过男朋友吗？有啊。那还是你要那个，你要跟我在一起。我们可以先当朋友。不行，我那个我同学他6岁就结婚了，他说他跟隔壁那个小美结婚了，我也想要一个。小美是怎样？那你会想跟我在一起吗？嗯，要当朋友才知道。哦，吃薯条的时候会沾番茄酱吗？会呀。啊，你薯条都一口塞进去吗？不塞。薯条不是一根一根塞进去吗？对啊。
啊，这要从哪里出来？鼻子哦。最好是。那个姐姐，你多高呀？153啊。你好小只哦。小只不好吗？我很喜欢骑小只啊，我也喜欢小只嘛，因为我也很小。你比我还小。我那个我98公分，我去吃那个千叶火锅的时候不用钱呢。那我可以。因为你明明就身高不是那个身高嘛。不是你想看我哪里的身高，你跟我说我给你看。不知道。人好哎，其实。我人本来就很好嘛。哦，人真好哦，有点舍不得摧残你了。摧残我。就我有点开玩笑啦，但是还是怕你小生气这样。开玩笑啊。不会啊，我还蛮喜欢小朋友的。所以你是读幼保相关的吗？不是。哦，单纯喜欢小朋友这样子。对啊。哦，还是我帮你生一个，要吗？啊？现在开始的话，明年就出了。真笑。明年就有一个兔宝宝的小朋友出来了。兔宝宝，姐姐，我再问你一个没有礼貌的问题，可以吗？好吗？姐姐有灯打狼吗？有啊。怎么灯？这个我好讲啊。你讲，你跟我讲，我想要听，我想要做大人，可以不？当然是交配啊！你有没有看过动物跟动物交配？哦，有那个我看过那个，Discovery， 那是什么？Discovery 啊，就是那个电视动物频道啊，有一只大象骑上去。然后就有小飞象爬出来。啊，对不起啊。你是调侃的还是故意？接不下去了。接不下去了。你觉得我这个心智年龄大概几岁啊？10岁啊。你说有点北七是不是？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，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，我们就下次见吧。拜拜。